受惠于 AI 和高效能运算等需求的带动，台湾九月份的外销订单来到五百三十七点九亿美元，年增百分之四点六，成为历年同月的第三高，而且是连续七个月正成长。另外呢，累计前九个月的订单金额是年增百分之三点七。